全国企协的会员大会由理事长杨森主持，出席会员100多人。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主任邱创焕和内政部代司长周建清都列席指导。会中除了例行的工作报告之外，并且讨论了一些改组的会章草案，还决定6月7号召开改组的成立大会，并且改选理事长和理监事。改组后的体协将容纳省市、蒙藏和金门地区体育会、全国各单项协会、国乒体育总会、大专体育总会和海外的体育会。大会中，并且颁奖给提倡体育的有功人员。